健康跟我来，在国民健康署最近啊，有公布一个数据啊，平均五分就会有一个人他罹患癌症。40年前如果得了癌症，其实就等于是宣判死刑一样哦。40多年前啊，邱明琴老师得到了癌症，他正确的健康生活态度，让他现在活得是更健康又更快乐了。想不想看看他呢？那我们就一起来跟着他学做菜喽。